让你在场上更好的一些经验，就是我们在平常练习的时候也都会用这个来当热身，就是来当主要的训练。人那么少，这要干嘛？Go！ 你们觉得运球快还是传球快？传球。那你们干嘛一直运球？为了手速好快，我的背后，我的这个，我相信你们教练应该平常也没有教你们这个吧，对不对？最简单的方式。在球场上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去得分就好。你不要因为我们来，然后你们才，我们叫你们说出声啊、鼓励啊或起早什么才做这个事。就是就算我们不在的时候，教练都是每天很辛苦的在训练你们，你们都希望把这个好的东西延续下去。因为是不是在有队友帮你鼓励的时候，你再怎么酸、再怎么累，你都会想要坚持下来。因为你们是一个团队，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利用。鼓励这些，来代替这些不好的，这样你们才会更团结。